央视朱迅节目中大口吃烤串，打扮精致吃相豪迈，身上衬衫2000元。近日，著名央视主持人朱迅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则短视频，视频中朱迅打扮精致，气质很是优雅得体，然而下一秒他就开始大口吃烤串，全无女神形象，如此大的反差也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。据悉，朱迅身上这件上衣价格官方要2000出头，下身搭的简单短裤也要1000出头，该品牌也是国内中高档时装品牌，很适合朱迅这个年龄段的知性女性。能被冠上央视一姐的名头，朱迅自然是一名十分有真才实学、美貌与智慧并存的主持人。除了生活的一些日常，朱迅还会时常分享一些自己的人生感悟，为粉丝推荐书籍，分享采访片段，让大家看后颇有感悟，心中满满正能量。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朱迅光鲜亮丽的一面，但鲜少有人知道朱迅背后经历的苦难。朱迅日本留学期间扫厕所、端盘子、独自做手术等什么都经历过，他还曾两度患癌，差点因此断送职业生涯。如今他也是苦尽甘来，每一次打不倒你的困难都会让你更坚强，相信朱迅未来只会变得越来越好，希望他也能一直身体健康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